2020年10月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到2025年和首批授权事项清单向社会发布。深圳稳步推进法规规章的立改废市工作，新制定法规17部，修改10部，作出法规性决定1项，废止法规4部，26个改革事项已纳入相关法规。挂牌成立全国首家个人破产事务管理机构，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允许个人破产的城市。